我们这里连续下了几天的雨了，家里停电了。中午呢，买点酸菜，炒个粉吃啊。天天下雨。 现在已经老了，我叶子停下来，再不吃，就成莴笋了。这个是自家晒的那个红橘皮啊，这炒菜放的这个比较好吃，炒荤菜之类的，炒鱼啊，肉都可以。 这次我们放点炒的米粉，很多人买我米粉问我，这米粉怎么煮，是冷水下锅嘞，还是先泡一下嘞，还是直接水开之后再下嘞？其实都可以啊，每个人做法不一样。我就喜欢冷水下锅，然后水开过两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有的人泡也可以，泡的话你想吃提前泡好了煮的时候就稍微时间短一点，泡了也要煮一下子。 这样够了吧？这橘子皮刚才用开水泡了一下，然后再过下冷水泡一下，然后会苦，会有种涩涩的感觉。哎呀，火不大啊！盖子，盖子。 先尝一下这米粉的硬度啊！嗯，这煮过了。哎，我现在今天推荐我的这个烤鱿鱼。 推广推广，来，啊，可以。这个面子，啊，送的是走的，对吧？哎，不再吃一个，哎，买一个十个，十二个吃，就是把你的。好东西。明年这个时候，狼爷到，狼牛角了。加辣椒。 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够了啊！够。嗯。嗯。这太不叫了。生吃。 这鸡子皮晒干了可以生吃的啊，锅不好吃。留一碗给我，啊，可以，等一下来吃吧。西瓜上面看香不香啊？嗯。 我觉得有点味道，哎，那个帅哥。